王郭富城出道多年以来，依旧保持着冻龄样貌，至今仍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之一。他与妻子方圆结婚后，陆续迎来两个女儿的诞生，十分疼爱妻女的他，竟也被网友目击到一家人外出的画面。据一名网友透露，自己在铜锣湾路边看见一辆保姆车停下来，车门打开后，一名身穿粉色精品毛衣的女孩吸引了袁婆的注意力，随后才发现是方圆。接着郭富城带着女儿下车，一家人似乎是要去吃饭。该名网友大赞天王身形精瘦，而且外表看起来真的很年轻。另外也有人发现郭富城的保姆车市价约台币292万起跳，可见他的家人真的毫不手软啊。Bye.